九集。每次见到你，你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。虽然你的名字叫九级，但你更像是阴阳两极。你给我们在台上演绎的线条，让我们浮想联翩。我不知道苏俊这次看到九级，你是什么感觉？我每次都会告诉我自己说，他不可能再有新花样，因为那只是个缘。可是想不到他的缘是无穷的缘，他每一次变化都不一样。我觉得九级在这种看起来好像很恬淡的表演里面，其实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心血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表演。谢谢。刘源，九级是这样，我们在看你演出的过程中，我们都知道，假如有一个失误，整个的演出就砸了。是的，是这样的吧？对，你全力以赴的在练这个。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特别迷恋于这种艺术。我的所有时间所有精力都在用在研究这种艺术上。我见过很多人迷恋一件事情哈。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孤独，你体会过这种孤独吗？因为我研究这种艺术，现在可能全世界非常非常少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天天闭门在修炼，但我也是希望他得到一个认可，所以我来到这个舞台就是希望能够他得到认可。我觉得九级可能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都喜欢热闹，他喜欢孤独。你在孤独中能找到自己的快乐。好，有请陈磊。谢谢三位梦想观察员，现在可以举牌了。第一排，请举牌。谢谢。第二排，请举牌。谢谢。第三排，第四排，请举牌。谢谢。第五排，请举牌。谢谢。第六排，请举牌。竞争实在是太残酷了。第七排，请举牌。谢谢。第八排，请举牌。第九排，九级目前的得分是88分。再次感谢九级，谢谢。